经放下了啊啊！哎，这样很好吗？我们接下来一个环节，要不让何润东跟你们一起唱好不好？然后我们，然后我们知道董洁呢是舞蹈演员出身，然后呢，董洁，我告诉大家，董洁在这个新娘子当中，所有的舞蹈是自己创编的啊，自己创编的啊。那么接下来，要不这样，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，我们让那个何润东和董洁两个人联袂给我们来一段双飞，好不好？这样吧，我觉得刚才呢，他们唱的也蛮好的，那这样子我就不唱整首，我就清唱一段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行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大家来，我们现场稍微安静一下。你们也跟我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好，在这里也谢谢董洁的配合，谢谢。你们再帮一下忙，我们还是。好了，领导领导，前面的前面的记者全部蹲下，后面的往后排。可以请这个音乐关掉吗？清唱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请朋友们跟何润东一起来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大家跟我一起双双飞吧，好不好？Okay. 我愿与你双双飞，我愿与你双双飞，今生有了你我梦一回，来世等你将我追。我愿与你双双飞，飞离红尘是与非，人生痴情迢迢不归路，不如天上地界，人间事情迢迢不归路，不如天上地界。相对的时候，董洁，你是什么样的感受？哎，就我先觉得很感慨，然后觉得就是像听到这歌一样，想到很多以前跟三伯在一起的时间。哎，跟三伯在一起的，我们先坐下，好吗？我们聊聊。跟三伯在一起的时间，有没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？来，让记者进来，对，我觉得以前他所演的作品也是把他英雄化了，但他生活里面其实很像山伯的，就某一方面的事情，但是很直接而且很单纯的。某一方面很像山伯，就是有那么单纯像山伯吗？很像，很像，很像山伯。好，那这里有个问题想问何润东，就是就像你刚刚说的，以前的片子当中你会有台语影响这些，对。那么在这个新娘三伯祝英台当中，你又学会了什么呢？学会了吟诗作画吗？对啊，像那个以前的那个一米阳光的时候，你学会了摄影啊？对。对，其实呢，这一次呢，我觉得演梁山伯呢，让我学到了很多的成语。那呢，我觉得我其中一个老师呢，也是我一个强劲的对手呢。就是坐在我旁边的祝英台，祝英台。哎，你们俩可以现场 PK 一下吗？真人下的不要。因为呢，其实在现场呢，我们常常都会玩那个成语接龙。啊，成语接龙。哎，我们俩可以来接一下吗？你先出一个。我们来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听见了吗？祝英台，祝英台。祝英台上，然后再沈丽，来我们试一下，然后再李一凡，来一二三，开始。我们也是一个轮回啊，我们也是一个轮回。来。我觉得我还是下一项吧。因为我觉得呢，我们的那种 PK 呢，是属于比较私底下的，比较
火爆的，对，那我觉得就不要让人家看到我们比较火爆的这一面。那我们来看《金梁柱》好了，是吧？对对对。好，那么说到这个《金梁柱》，其实在这本片子当中呢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值得期待的董洁和熟瑞成的精彩演出，带来不一样的感受。其实，在《梁祝》当中，我们不得不提到就是他的关于音乐，就是何振豪老师神奇的支持你们作为音乐顾问。那么在这里呢？我觉得总结和夫人都也非常辛苦，这气氛也非常热闹。我觉得两位可以稍后休息，稍后休息，我们待会儿跟我们所有的观众见面。可以换一下妆，因为天气比较热。我们可以在现场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《梁祝》，好不好？邀请两位，好，邀请两位。待会儿再跟大家见面，好不好？